想到东河最有名的就是东河包子，我们这边附近有三间东河包子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吃咸的包子，然后我们之后会去买甜的，下次再做试吃。然后这一间呢是台十一线的，台十一线上，对，然后它有四个口味，然后这间呢第二个叫黄记包子，黄记东河包子，它在旧街，五个咸的包子，五种旧街的东河包子，对，这街的咸的超多的，台十一线呢跟旧街，跟旧街的，他们两个算是家族的，但是一个是大儿子做，是爸妈的，然后一个是小儿子做，小儿子就是做了比较多不同的口味，所以两间我们都可以来吃吃看。我觉得先吃这一个好了，台十一线上，因为它的最少。好，这个有三个点的。三个点的，对啊，不知道什么口味。你猜三个点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菜包，这是高丽菜包，它有很多的冬粉。你觉得口味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啊，因为我上次来我只有吃肉包而已。它的高丽菜不是说真的全部都很多这种，但是就是掺杂一点冬粉啊，还有豆皮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它的口味比较没有那么重，它比较清淡。好，下一个没点的。没点的，我猜应该是肉包吧。我也猜没点的应该是肉包。肉包好吃，嗯，我也觉得好吃。我觉得它肉包蛮香的，就它那个肉是有腌过的那种肉，嗯，那个肉香味，里面有一点葱，它的葱不是很多的那种，它就是那种皮香的那种而已。虽然说感觉可以再 juicy 一点会更好吃，感觉因为没什么肉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可能我们刚刚买，因为是第一个买的，嗯，他们这一间是用。都是红点，然后用三个点、两个点、一个点去分。下来两个点，我们来循序渐进。我猜两个点是酸菜包啊，笋包，笋包。两个点是笋包，笋子感觉蛮多的。我觉得笋子啊，没有那么嫩，但笋子很脆。然后它的，我觉得它的胡椒味比较重一点。嗯，喜欢的人应该会觉得蛮香的。我觉得笋包没比较没什么特色哎，好像还好。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，不过是有什么，它只有那个胡椒的香味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，一个点的酸菜包，酸菜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怎么样，酸菜腻了一下，闻起来很香，我喜欢酸菜包。所以你四个口味最喜欢酸菜包？对，真假的？我啊，它的酸菜不是那种很酸的哦，但它有一个。香气，反正老人会喜欢的口味。好呀，你才老人嘞！我比较喜欢肉包跟菜包。你喜欢肉包跟菜包？那我的第一名是酸菜包，再来菜包、肉包，最后笋包。好，阿六啊，吃这个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它的肉包比较小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哎。对啊，好像小了一点点，比较小一点。好好，我们来看，同一个北部会有。怎么样不同的家族企业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而且它的皱褶比较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啊。嗯，皮感觉比较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皮不一样，我比较喜欢台十一线的皮。如果是两家比的话，为什么？这个比较没有那么 Q 的感觉哦。就是看，我觉得所以喜欢有嚼劲，而且它的面皮应该是比较甜一点点，没有？没有吗？我刚吃到一个甜甜的，好吃。嗯，好吃的，味道有点不太一样。这间的包子我觉得味道比较重一点。我比较喜欢这间哎，我觉得比较喜欢这间，它皮比较薄。嗯，它皮比较薄，然后它的肉感觉比那一间又更有味道一点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你可能要这样才会知道。嗯，再来嘞，好，不然就吃这个好了。对啊，黑色的花的，黑色的花的，黑色的花不知道什么口味。哦，虾子，虾子，这是海鲜跟什么肉？培根虾子吗？海鹿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它里面看起来很空啊。起司啦。哦，起司。起司什么？鲜虾培根哦。哦。来试试看。嗯，虾子没什么特色。哦，它的起司味很香，你这样闻就闻得到。那我觉得这还好哎，我觉得就甜甜的，我把培根吃，就它整个就都甜甜的，它还有加凤梨，所以里面就是有培根、虾子、凤梨、cheese， 就有点像夏威夷披萨，
对，这个我觉得还好，真的还好，我也觉得还好哎，吃起来不违和，对，不难吃，我就把它吃完，它其实没什么料，对啊，它的料其实通通的，差不多三片培根吧，差不多，然后一只虾，然后几颗凤梨这样，几颗凤梨，对。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，它确实不会让你很腻。哦，对啊。我下一个挑这个珊瑚头哎，珊瑚。胡萝卜啊？什么胡萝卜？这上面是胡萝卜吧？哦，这是鲔鱼沙拉啦。哦，它里面有鲔鱼跟洋葱。我觉得比那个 cheese 鲜虾那个刚刚那个还好一点啦。但我觉得它这个它的鲔鱼其实也不多。这个是指刚刚那个 cheese 的也要40，闻起来其实蛮香的。嗯，可是它就甜的啊，它整个包都甜的。没有咸，就是鲔鱼甜甜的这样而已。然后感觉洋葱味好像可以再多一点。我蛮喜欢的，我个人是还好。我喜欢这个，不然这块给我。好，那个给你。好，再来绿色一点，绿色一点。这个包起来看起来像什么包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菜包吧。哦，菜包。哎，里面是什么？那是黑色木耳，然后冬粉、红萝卜，跟刚刚的那间高丽菜不一样。刚刚排十一线的时候，高丽菜、冬粉跟豆皮，这间比较丰富。这间有香菇、豆皮、高丽菜、冬粉、木耳、红萝卜，味道不太一样，跟刚刚的菜包味道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蛮好吃的，我喜欢这个。它那个有香菇的香味，然后料也比较丰富。哎，所以你觉得上一间的比较好吃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再吃一个绿色。吃这个好了，这也是绿色的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哇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酸菜包吧？它的酸菜包的颜色跟台十一线的差很多哎、欸，不像哎、欸。对啊，它的颜色比较偏红一点，台十一线的比较原本酸菜绿色的颜色、嗯，就是很酸菜。我吃看，是不是会辣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红红的、啊，嗯。它的料感觉不太一样，嗯，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它的味道比较重，它有加姜，它姜味还蛮明显的，因为它姜是直接吃。其实你这样看，你就看得出来有姜丝在里面，有姜丝在里面。这个也蛮好吃的，你就只要酸菜你都喜欢的、啊，目前。可是因为味道真的差蛮多的，很多，闻起来差不多、啊、都是酸菜味。吃起来差很多，我比较喜欢台十一线的酸菜包，味道比较淡一点，这个味道比较重，因为这个姜味很重，我觉得姜的味道有点盖过酸菜的味道，觉得有点可惜，嗯，就感觉吃进去都是姜的味道，嗯，然后再来两个红点，哦，两个红点，这个剥的是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啊。这是不是笋包啊？哦，你看这间的笋包就是笋丝，对，它是切丝。那刚刚台十一线的是切块，对，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啊。这个味道很比较重哦。而且为什么？闻，哦，很重。嗯。而且为什么他们都会比较红红的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也觉得。那你把笋全部吃完。不是那个。它这间的笋丝比较嫩，笋子比较嫩，但又有脆哦。它是比较嫩的那种，它这里比较像那个叫什么爱滋味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在想说，好像吃过，口味有点熟悉，有一点点像。这两个笋包，它有可能会选这一个。对，我觉得这两个笋包其实蛮不一样的，就是看你喜欢吃哪一种。那个比较清淡一点，这味道就是比较像爱滋味，然后那就是比较像一般我们之前吃的那种，常吃的那种，我们常吃到的切块的那种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哦，这个泡菜你这样闻就闻到了，好香哦。对，泡菜味，我蛮期待泡菜的。这不用剥都闻得到哦，刚刚的包子都要剥开才闻得到哦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泡菜好吃哎，好香哦。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辣的，应该会蛮喜欢这个的。这么有辣啊？但它有一点辣辣的那个香味啊。喜欢吃泡菜的？对，喜欢吃泡菜或是喜欢吃一点辣的。这个泡菜我蛮推荐的，我觉得好吃。好，那这么多包子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对啊，鲔鱼。你最喜欢鲔鱼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肉包也好吃。嗯，对，肉包跟鲔鱼，我选肉包跟鲔鱼。那我第一个选菜包，素菜包，我喜欢素菜包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泡菜的，
好，下一间，下一间，王记。他刚刚有说看颜色，对，什么颜色就是什么。这个没有点的，就是肉包，一定是肉包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已经很有经验，没点的一定是肉包。你看他的肉包就不会比别人小。这间的包子是最便宜的，它只有黄金泡菜是35，其他都是20块，其他两天的话都是20块以上。我们来看看黄记的肉包，看起来很像，味道也不一样。我觉得它的面皮比较黏，比较不是 Q Q 的。我觉得它的肉没有两边那么 Q。哦，它感觉有肉汁哎，它比较有肉汁。它比较有肉汁，可是它的肉比较柴一点。可是味道是比较淡，味道还好还好。就是不会太淡，也不会太浓。好，再来想吃哪一个？然后菜包先，菜包。啊，哇，这什么菜包菜包，它的高丽菜超大片的哎，好大哦。他们都切丝，然后它是很认真的高丽菜，然后是一片一片的。它没有冬粉，很香哎。它高丽菜很脆，它味道跟旧街的有一点点像，因为它也有香菇、有豆皮、胡萝卜跟木耳。它只差在它没有冬粉而已。我觉得旧街的香菇的香味比较重，比较香。所以我还是会选旧街的菜包，但这个它的高丽菜很脆，很好吃，菜包不错，我喜欢它的菜包。其实我觉得三间的菜包都很好吃，哎，就是它的口味都不太一样，里面的馅料也不太一样。旧街跟黄记的味道这两天是比较重，然后台十一线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重。好，再来，这是酸菜包啦，酸菜包。它这个的就跟台十一线的颜色很像，就是比较绿，对，酸菜的颜色，对，就是酸菜的颜色。那红红不知道为什么红红的，对，也没有辣啊，吃起来没有辣。我比较喜欢这件酸菜包哦，比台十一线的，比台十一的还喜欢。对，因为它三间的第一，因为它比较酸，它的味道比较够，感觉是真的酸菜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吃下去的那个味道比较够，它比较香，有那种榨菜肉丝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我喜欢这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没有，还有两个。那这个就是两个红点是笋包，哦，它也是笋块，它也是把笋丁啊，笋切块，切丁啊，笋丁。它还有葱啊，闻起来好像不一样，闻起来是不是会跟那个十一线上的比较像？但它的笋子比较嫩。它跟台十一线，它的比较嫩，台十一线比较脆，味道呢？它的比较有味道，它比较味道，我觉得。可是我比较喜欢旧街的，我喜欢那个。哦，对，我也喜欢旧街的，但因为这两个比较像啊。对，台十一线的跟那个黄记的比较像，笋包比较像。笋包比较像。最后一个鸭肘，鸭肘，黄金泡菜鸭肘。它闻得到一个酸酸的味道，黄金泡菜的味道。哇，醋呢？欸，它是黄金泡菜加肉哎，刚刚那个没有吗？刚刚没有啊，那没有。那泡菜只有泡菜而已啊，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旧街的泡菜包只有泡菜，闻起来偏酸，酸酸的泡菜。哇，我闻了一口就分泌口水。我喜欢泡菜，它真的好吃哎，它的跟旧街的泡菜味道不太一样，但两天都是好吃的，两天都蛮香，但这我觉得这间比较辣。对，它虽然写黄金泡菜，它叫黄金泡菜，可是它辣，它比泡菜包还辣，它比泡菜包还辣。我喜欢它的泡菜，就有点辣，难怪它有单卖泡菜，就蛮好吃的。喜欢那泡菜，好想买那一罐泡菜回来啊。泡菜好吃哎，这泡菜收，这个尾鱼这个也收，我收酸菜包，对，酸菜包都给你，我收酸菜包。其实这三间包子店。每一间都每间不同好吃的包子，不同特色，对，不同特色，同一种口味，不同间店，他们的味道其实不一样，而且有的颜色也差蛮多的，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。对啊，看个人啊，我觉得，对，其实这个口味很主观啊。对，我觉得不一定，就比如说别人推荐啊，一定是旧街的最好吃，或者一定是台十一的最好吃，就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就是你自己买来试试看才会。对啊，就是其实他们的口味都不太一样，可以试试看。然后下次我们会去评比甜的包子，对，下次再去买这三间，一样是这三间，一样是这三间甜的包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